行啊，打了吗？打了，打呀，打了，正打着呢。看清的眼睛有点淡，那个使劲给你打，使劲打一声，没事。哎呀，我发现我也买俩苹果六还没到呢，我买俩的。换手，换手。我要换手机了，没事。双十一买的？双十一买的。多少钱啊？1000来块钱。那个。6S 的。移动的很慢，滑没移动很慢，没啥。它就上面那桌嘛，600斤、800斤桌。移动很慢，调啊。怎么调啊？这速度啊，操！速度。里面有啊，麦声出来，麦声出来速度调下去呢。软件里面你自己调一下，在那里面你不认识啊。激光呢，倒数第二个，倒数第三个里面有下边有一个。看一下，这又用不着你了。我还没打完呢，正打着呢，您可以看一下，您回来，不用可以看看，叫我去看我就看了。不行，打得不清晰，不够分，不够黑。啊，我看上也挺多，上万多。你是在这中国的？